次的主题是如何找寻每家地区的博硕士论文。想参考每家地区标杆大学的博硕士论文，你一定要知道四个英文字母 PQDT， 它代表的是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。 请在台大图书馆首页的资料库页签输入 PQDT 进行查询，可查到两笔结果。第一个就是 PQDT， 主要提供每家地区博硕士论文的索引摘要，其中已经数位化的论文还可预览前24页。第二种则是国内为引进 PQDT 论文而组成的数位化论文典藏联盟，由会员共享联盟所买的论文全文，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哦。首先示范于 PQDT 中查询特定大学特定主题，这是查询结果，您可以看摘要或预览前24页。如果想取得全文，除了自行订购及申请管记复印之外，不妨先在摘要这个页签点选右方的数位化论文典藏联盟，就会连接到该联盟的平台自动比对，只要联盟有典藏就可立即取得全文了。如果只想找有全文档案的论文，可以一开始就到联盟的平台进行查询，也可依学科主题浏览，有需要再连接到 PQDT 资料库找寻更多论文。预祝您顺利找到所需要的论文资料。